大家好，欢迎收看破木卫货为您带来的 Pokemon Go Battle。 今天咱们来打 Master League 啊，但是很不幸咱们没有起源钢龙水龙，是吧？咱们起源水龙空有一个白闪，但是没有 XL 糖啊，所以我们去换一个不需要这个起源虫的阵容啊，我们换就这个啊，就那个我们用这个卢吉亚啊，卢吉亚是可以同时对付现在一个库，就是起源水龙跟这个土地云这个库，卢吉亚是两个人都能打，对吧？然后泽尔尼亚斯跟土地云呢是用来对付钢的，是吧？我们土地云还没拉满啊，把它拉一下。我们的土地云是个15、14、14的一个 shining 啊，也还可以了。关键是我们 XL 是够了的啊，你把它拉一下。这个 XL 啊，真是很成问题啊，真的很成问题。哦，这里还要用一个这个 Elite 啊， Elite Charge TM 啊，把这个换掉，把它换成这个 Sunseal Storm 是吧？好，行啊，这个我们试一试。这个土地云的 CFC 现在是上个 season 就比较流行啊，但上个 season 咱们一直没有打 Master League 啊，现在咱们是摸鱼期间，是吧？来摸一下这个三个人谁。这个谁那个 BB 呢？我查了一下，好像卢吉亚 BB 稍微强一点，是吧？也卢吉亚也是这三个人唯一一个有小招伤害的，另外两个人的小招伤害都忽略不计。然后我们这三个人都是 Shining， 大家注意没有 ？Shining 卢吉亚、Shining 土里云和 Shining X 神啊，这个 X 神还是个 Shadow 啊，这里唯一一个 Handle 就是 X 神。好，这里卢吉亚抓到了对方的土里云啊，我们看对方会扔谁上来啊？1、2、3。好，那第七下的时候啊，应该是有Stone Edge了啊，他是过了一下才放Stone Edge，我们肯定是不挡的啊，卢吉亚的就是去吸收伤害的啊。Stone Edge，你看卢吉亚这时候都没过半啊。这个 Sky Attack， 他不挡他就挂了吧，他应该，他挡了。我们也是不挡的。你看，果然猜到了，我就知道你想骗。你降我们攻击力有啥意义呢？你还不是中了还不是倒？你以为你中了能不倒吗？你现在还亏盾，他这是，哟，他两盾都交出来了，我勒个去！我勒个去，两盾都交了。够猛啊！那我们只用泽尔尼亚斯干掉他们。对啊，我这没有小招伤害，应该挡一下的，这有点尴尬呀、啊。咱们没有小招伤害，没法farm down啊。这还要吃他一个那个，诺大风暴。哎，算了，吃一个吧。然后换我们的土地云，这还挺疼的。2、3，啊。差不多了，这样带走我们多一个盾，然后我们的土地云看看能不能平推他一下。我们不是多一个盾，多两个盾啊！我们这是。好，水龙。好，我们应该靠着这多的两个盾应该没有问题吧？是吧？他那个 Togekiss 没有盾，应该是没有什么用的。我们留一个盾给这个泽尔尼亚斯就行了。对吧？土地云水龙加那个什么飞机啊，这是一个很经典的 core。再挡一下吧，farm down直接Stone Edge。对吧？直接farm down，原来是我们小招还是有威力的呀，可以farm down啊。那我们 X 神应该还有一个月亮之力，他就记了。好，
我们第一场还打赢了，还可以啊，还可以。好，看第二场。哎呦，哎呦，这咱们就后面两个都是对付的钢龙的是吧？咱们直接，这还是不是起源钢龙啊？咱们土灵直接来了，他不走啊，那咱们就不客气了。吃了一个再换他的盖奥卡。咦，我的放时间没放好吗？说话居然没说，我 anyway 了，嗯，烦不烦？这应该是个 surf 啊，这不会是 original pose 吧？嗯，哇，真的是 original pose， 哇，不过我怎么真硬啊？我已经破了打我身上不过如此啊。这应该是个 surf。好，发动当成功。Airbrush 啊，这不管是谁咱们都 Airbrush。这没得搞。买还蛮的 ，OK， X 一穿二了。先一个 Move Blast， 再一个 Cross Combat 吧。好，再一个 Cross Combat， 一个人打死。哇，不过他 Rockstar 好像打还挺疼的。好，我这里必须跟他抢 CMP 啊。哎呦，他没有跟我搞 CMP。好，好，这就是 X 神啊，降了两段防御，照样一穿二，嘿嘿，降了两段防御，钢龙照样喷不动我，嗯 ，X 神。成功完成逆袭，好吧，随便打。最近是确实比较忙，嗯，所以没有什么时间玩。咱们今天好不容易找了个空闲，嗯，啊，又是德尔嘎，大家这也是一个悲剧的，是吧？升了原版钢龙，没有 XL 升起源钢龙，就跟我一样，嗯。Gyarados， 哎，对 ，Gyarados 好像也是啊 ，Gyarados 也是一个同时能够打这个，同时能够打土地云跟那个水龙的，嗯。我去，但你这也太悲剧了吧，这直接退了，客气客气客气，同时能打的你得挡啊你，哎，嗯，哎哟，这打出一个五圣了来。哎呀，可惜不是闪你。
哎呀，行，毕竟我们在摸鱼阶段啊，所以咱们的阵容大家别当真啊，我是真是没有起，没有 XL 啊，尤其是钢龙，我连一个百钢龙都没有。水龙咱们有一个 Shandle， 但是没有 XL。嗯，你看我们才1900多分，嗯，啊，只打了3场，再玩2场吧。快的 Slacker， 啊，这是一个懒人啊，淘汰是懒人。哇，确实是懒人啊，来送的，谢谢谢谢谢谢，客气客气客气。行了，送一个人如其名啊，先送一个也好，再看下一个，直接下一场。嗯，我出水了，还有送的吗？看见没有，直接下一场啊，今天就差不多了，毕竟今天时间也有限，能在马斯里个长的线也是可以啊。这个图灵好像是50级的时候那个14血 IV 跟15血 IV 差不多的啊。好，这 Mewtwo 应该是抓到了呀，1 2 3 4 5 6 7 8 9 9，他攒了9，他要攒两个那个 side strike 吗？90能量了，他搞的。看他什么啊？假的不？哇，好疼，好疼，好疼！嗯，还是挡一下吧，就是刚才的教训。露西亚了，然后我们就换我们的妖精是吧？毕竟露西亚是龙系小招。嗯，我们最后一个盾肯定是不能挡的呀，这毫无疑问吧？这看零盾应该是泽尔尼亚斯赢吧？哇，真不一定啊，零盾应该是露西亚赢。他一个 sky， 他一个下游，咱们感觉扛不住了。我扛不住不要紧，把他 farm down， 一根刀。哎，等一下，那行，能 farm down 就可以， farm down 就行。因为 switch 对我来说无所谓，希望他最后一个是钢龙啊，我只能说。希望你最后一个是钢龙。直接换 Mewtwo， 耶，他知道卡 CMP 可以啊，这家伙不让我们 farm down。好，这个我们需要 under charge 吗？算了，这个 under charge 还是太难控制了，毕竟他小招伤害太小，万一 under charge 过头了，这就麻烦了，算了。哇，他是盖尔卡啊，抓鸡了！盖尔卡，这把没戏了啊！这把对方也打得挺好，而且阵容也克制我，对方也是没有起源钢龙水龙，嗯。不过咱们还是有希望的啊，因为他盖尔卡降两次攻，一个 surf， 不一定干得死我，然后把他 farm down 之后。还是有希望啊，因为他被降了两次攻啊，啊 farm down 之后一个 sky attack 干掉他的那个洛神，是吧？你看降两次攻，这伤害感人呐！哦吼，他有两个社会就没办法了，哎，可惜可惜可惜，还有
两个 serve 就没有办法了。GG。看啊，那我可能挡一下那个 Arrow Blast 可能会好一点，是吧？嗯，不过没办法，他最后有一个水，我总是麻烦。哎，好，这个抓到了啊，抓了个瓜的，他肯定是要换的，嗯，地龙。地龙还是个龙尾地龙，那他大招会放的比较慢。龙尾一般是带 Sandstorm 小招吧，我记得。他等于他两个都落我的 Lugia，嗯，哇，他直接带 Earthquake， 牛逼！结果打输也没关系 ，Lugia 把他放荡，嗯。然后我后面都是飞啊，他那个刮档谁都打平了，哟，他还没赢 switch， 我们两个飞他刮档谁都打平了，他只能 fire punch 打我。啊，这把应该是妥了呀，那菲尔胖也跟老两样来了，刚我这把正好有对付他刚的，基本上王克他，他也没有任何剑，我这属于 HCC 啊， Hard Counter City， 他被王克，你们挡一个啊，以防他 Flash Cannon 啊，这个被阴了还是很疼的。Super Power， 那就没事了，那就没事了。他现在已经降了攻了，再打不疼了。即使是 Flash Cannon， 咱也不怕了。那 Super Power 更是老痒痒了。这 Farm Down， 这把记了，他还在坚持啥呀？他还坚持下去有意思吗？这，你看他 Rock Slide 的伤害多可怜，多感人。他可以推了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再坚持。Hard Counter City HCC， 嗯，上把我其实有点被 Hard Counter 啊，这把咱们找回来了。对方完全一点机会没有，他也只能用 Fire Punch 打我，只能用他比较弱的 Fire Punch。是 Groudon 是变成起源之后，他有火属性，对吧？你的 Fire Punch 还算是本系的，还有点意思。你现在又没有起源。哎呀 ，Fire Punch 完全是老痒痒了，嗯，好了，被我们的流沙风暴带走，嗯 ，Hard Counter City， 嗯 ，GG， 啊，把这个赛的打完吧，啊，还有点时间，嗯，古尔党，嗯，地龙跟那个喵馒头，他是个三克钢龙的阵容啊，啊，但地龙也不是完克钢龙，毕竟。钢龙打他的那个喷他也是 super effective， 嗯，啊哟，电子风暴 electrical storm， 哎呦，碰见凤凰了，那我必须 stay 啊，这一二，好像是三下，正好是我五下是吧？那我应该是第六下的时候好。这个我得挡一下吧，我觉得。诶，他是 Brave Bird 吧？还是我数错了？哦，是圣火，没事，数错了。诶，还好没降啊，降攻击啊，没降。哦，降了。嗯哼，这个就不挡了。Brave Bird，嗯。可以farm down了吧？好嘞，那既然降了攻击的话，我现在不要放大招，
哇，他也是路加。他也是路基啊，老子球员只能送掉了。吃下斯莱克莱克塔，吃下了，你行的啊，林顿是我们土地云赢。哎，他居然没挡，两栋钢龙。哦，那我这样，那我先用泽尔利亚斯，是吧？降了防可以换卢贾。好，我记得泽尔利亚斯是可以吃一个，是可以吃个铁头的，而他吃到我这个时候是吃不下我一个金身战的。我没有降防的情况下是可以吃一个铁头的，所以应该是我赢了。他两个铁头肯定是放不下，我刚才已经插了一个进去了，是吧？你看，一、二、三，GG。这就是 X 神，感觉我这把我的 Shadow X 神是秀到了，绝对的秀到了，更 GG。应该还有一把吧，应该，对吧？还有一把，行，打完这一把，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感觉还是可以的啊，毕竟在低分段。2000分以下没有钢龙水龙也是能玩的啊，但是土地云要一个还是很爽的。大家发现没有，卢贾林顿是打不赢土地云的，应该是一顿赢土地云，是吧？所以卢贾对水龙和土地云的 counter 哎来了，水龙和土地云的 counter 还是有商榷的啊。一、二、三，那我就挡一个吧。他第一个队应该是不会偏盾的，保证能够赢下来就行。第一个是不会偏盾，他竟然不打，那我们俩翻吧。那换谁是钢龙，我们就换我们的土地云。哎，苍响，苍响，我们也是可以丢了这个之后换我们的土地云。好 ，Mewtwo， 行了，这把应该妥了。他 Mewtwo 被我降了功，再被我farm down。然后我泽尔利亚斯干掉他畅想就完了。这冰光吗？冰光的话是一招秒。Size Rack 还秒不了，应该用冰光，大哥。还把两盾留给他畅想，这个不知道是为啥。哦，要一顿给畅想，这还差不多。三、四、五、六、七，这
应该是个下的波。我就知道他要换。枪响应该是没有 Mewtwo 打的疼啊，应该这个盾应该留着挡 Mewtwo 比较好。看，我要下去。挡一下吧。他应该记了吧？今天他们 X 神又牛逼了。这应该 cross combat 应该能打死了。GG， 今天是泽尔尼亚斯，我的炫斗泽尔尼亚斯，一帅到底啊！基本上发挥最亮眼、最出色的就是我这个炫斗了啊！毕竟是没有白宠他啊。好，这是一个五。一个5-0，一个5-0，啊，又是这个，怎么老是这个鬼树妖？烦死了！要不也来个 shining 的吧？啊，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升到2000分吧？看一眼啊，要升到2000分，还没有，差一点，1995。好，那我们下期再见。